咱们继续扯三五羊驼啊，咱们的灵魂战争去啥事儿？交织羊头，看到好多人吃的，我今天尝试一下。这东西挺香的，
看着挺大的，肉不是特别多。这个里面没有肉了，就这一点肉，一点点肉，没有肉了，这脑子应该不能吃吧，没有肉了，没吃饱，中午再吃点别的吧。